今日G點同大家G G民主網紅周庭，黃梅大風吹，國安法一出，禮無虛發，大批黃友組織現挑選潮，政治漫畫平台暫別，立場新聞文章852郵報頻道片段通通下架，就連出獄女神前香港眾志成員周庭 BB 都隱退於 Facebook 專頁啊！哦，叫一眾黃友情何以堪呢？要回味周庭 BB 對上一次見傳媒已經是他出獄之時了，在本月12日刑滿獲釋，身形消瘦了不少的周庭 BB 當時不發一言就登上私家車離開，他之後在 IG 發帖跟黃友講聲痛苦的半年零二十天終於完結了，並辛苦所有冒雨前來的朋友們，當大家一廂情願地期盼願你囚禁十月出來刑事周庭時，周庭就突然絕跡於 Facebook 專頁，一點都不留，如此絕情。當網友以為周庭出獄後會帶領大家時，周庭率先知驚隱退，皆因他身上仍有一宗違反國安法的案件。不知关闭社交专业又是不是一个可行的保平安方法呢？现在周庭只剩下他的个人 YouTube channel 和 IG， 至于周庭突然隐退面书的原因，他没有讲低，可能他心想亡刑不宜久留，都是及早撤退好过了。